台东旅美钢琴家林亚飞协同 Vernon 博士演奏家日前返回台东的家乡，举办两场钢琴的联弹演奏会。The music that you'll hear today, the first set of dances, these are Hungarian dances that have been arranged for modern piano.布拉姆斯他在年轻的时候对匈牙利的音乐非常的着迷，所以匈牙利的音乐也给他很多的启发。那当时他在他的祖国德国汉堡的街头，他常常会听到一些匈牙利的难民，他们会演奏一些吉普赛的音乐。那他最初这首曲子就是他最初为四手联弹编排的。那在九月九号晚间七点，在台东史博馆视听中心举办了第二场的演出。其实是我的老师是 TT 台音乐班的郭老师，那他是我的启蒙老师，那之后我就对钢琴一直很有兴趣，那大学的时候也是主修钢琴，那继续之后再继续到国外深造，然后也是主修钢琴，就是一直很喜欢弹钢琴。因为通常我发现就是台东这边的演奏会很多都是以独奏的形式，那因为正好我碰到了这位我在美国认识的同事，然后我们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想要一边旅游然后一边弹一些好玩的音乐，就是比较轻松这样子。因为一般来讲独奏需要背谱，但是连弹的方式非常不一样，很需要两个人的互动，然后音乐也比较丰富或是比较特别，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想法。下次的话就是看我们之后会有什么构想，因为有时候连弹不只有两个人，也可以加到三个人，或是说不只有一台钢琴、两台钢琴、三台钢琴，这个都是可能的。那这样子会变成就是曲目非常的活泼有趣，这样子就跟传统的形式不太一样。表演节目是以解说式的音乐会方式呈现，为了让观众对曲目有更深刻的了解，演奏前提供简短的乐曲解说，也增加与观众的互动。三首曲目以四手联弹的方式演出，曲目有德布西小组曲、布拉姆匈牙利舞曲以及皮耶佐拉探戈组曲。在音乐会中用四手联弹演奏，也让许多在场的观众是听得如痴如醉。